诸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顶一集啊，咱看到第二十、第二番的开始。是心是佛，将心念念到心空，佛欲梦。特手归来重点点，花开赤别一青红。 第几集？咱讲到》接手机啊，接到来啊，那边禅师开始，教中道，为心佛一念，为佛众生念，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。 这首机真重要。讲的“心佛众生一、二、三，三、二、一”。咱常常看到古代的引用“心佛众生三无差别”，原文在此地。心是体，为心佛用，念；心是体，佛是格相。 你对心觉理不灭，都叫佛；为佛众生怜，众生是灭一相，不是觉。你觉理不觉，都叫众生。实际上心，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。为什么？觉灭之体不可得，觉灭是从种生性。 凡是言性之法，拢无主体。言性有形，即、这个性就是主体。所以迷叫做梦，伊毋是真诶。真诶安怎？真诶有体，有主体。啊，有主体则是真诶。无有主体，则是梦，希望毋是真实诶。 所以金刚经上讲这个世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经文又明白甲咱讲，凡所有生，皆是虚妄。为什么缘生？大乘经上上讲，缘起成空，成空就是无自性，所以无差别。 是一啊，这是别我上的差别，除别我之外，根本都无差别。这个地方要紧的是心，六人识得心啊，大地不寸土。心是什咪？这个物件重要。一面中风禅师甲咱开示。所谓心者，心有多众。 发肉团心，咱现在心中富有血气所生之事。这是咱一般人讲心，一般人讲心是什？么？讲咱身体内面诶器官、心脏。你看世间人一般讲心啊，拢会指家己先看，诶，即个心脏啊，这都是我诶心。 啊，这个心无什么用处。佛法里面讲心，即、啊这个心是灵敏觉知，会感觉迄个是心。啊，所以咱身体即个心脏，啊，是咱其中的一个器官而已。 第二个讲，我念如心，即现金善恶，顺逆境界上，种种分别假事。世间凡夫，咱细心观察，多一个人无把这个身体看作是我诶，啊，看作是我啊，我是啥了，就是这个心，这个心就是我啊，不甲能讲。 这是迷，迷的真当啊，多多叠叠反复啊！聪明一定的人知样？心不是我啊？西方贴来加工，我思故我在啊，信不是我？啊，会当思维，啊，会当去想。 也当辨别是非善恶啊，这个是我这是我的心啊。咱今嘛呢，也当想尽这代志了啊，怎样好，怎样坏。在灵岩会上，阿兰尊者呢，也把这个当作是咱心。 释迦牟尼佛非常高明啊，反正你讲自己的心啊，不管你是真心是妄心，你的心在哪？啊，释迦牟尼佛呢？问阿、啊、兰啊，你的心啊，伊无问伊讲是真心假心啦？ 讲对心啊，心伫底多。阿兰也真聪明啊，啊，讲了七处，讲七个所在。啊，咱去揣呢，咱想也、啊、想会到哈子。啊，阿兰呢，伊想到七个所在，这是岭南经商真有名诶，七处静心。阿兰讲出七个处所。 啊，伊有办法讲七位比咱较高明，但是伊讲诶这七处啊，七个处所心拢毋是在这七个处所啊，拢比世尊好定啊。世尊甲分析就分析，哎，毋是啊，啊，实在讲，啊，兰伊所讲诶迄个心，就是即大家讲诶。 烟如心啊，烟露心是妄心，就是八识五十一心所。烟如心啊，烟露心讲老实话也找不着啦如。啊。烟露心伫多啊，咱即码会当想诶，啊，这个心，咱顶一集甲逐个分析过，毋是咱诶心脏，也毋是咱身体任何一个器官，哪里咱？ 是叨一个物件在想呢？那现在嘛错无啊，无、那個啊、但是有作用啊，在哪里呢？一个真心感觉啊，真心未了就叫缘路心，但我了就叫人地心，灵地心是福。 炼如心是凡夫，是众生，生活都这个差别。一个是干，一个是白，白的作用也真大，也不可思议啊！你看，这个心白了之后变什么？变是化钙，是化钙已经中央是白变现出来，完全白了，无讲我。 啊，那么他就变成六多轮回啊！啊，马那边开始降哦，回头登来，就叫塑成法界，声闻音觉菩萨佛,佛啊，这个是发改佛啊。天台大师讲的相思即佛啊，一样是真正的。 这个佛啊，阿不平心见设是修法界的佛啊。这天大家啊，将这个佛啊分作四种：中通别圆啊。啊。那么这个修修法界佛呢，是属宗教通教啊。所以相属即佛啊，毋是真正啊，咱未使毋知影。 在心无处所啊！啊，你讲在身体内面，即、這个心是得咱身体内底，啊，是是得身体外面。这阿兰讲七位啊，拢毋是。人言经常讲得真多啊，虽然讲遮多呢，实在讲啊，也无好捌。 啊，咱也是听无。咱用一个譬如来讲，现在大家面对着荧光幕啊，无论是电脑的荧荧荧幕，也是电视的荧幕啊，咱用这个荧幕来做譬如啊，从咱这个心啊，譬如在下面呢，心都是荧幕啊，咱看这个电视、电脑这个荧幕，一定变，一定变。 啊，一旦现出的相出来，啊，那么镜子变化，啊，一个节目过一个节目，变化镜子。啊，伊所现所变的是色相是，啊，迄个云波是先灵现灵变，伊会当现会当变。那么云波顶面个相啊是，这个云波所现所变出来。 那么你该想看，这个色相，即、这个银幕内面所有的色相，都这个色相有离开即、这个荧光幕呢？荧光幕是灵现灵变的心，不能离开呀！啊，就像咱即麦看到这五洲朋友，就安怎来？但迄个心变出来，啊，但迄个心就敢若电视迄个银幕啦。 当现种种的这境界啊，现种种的现象啊，这现象啊，千差万别的变化、啊，所以一切无离归心、啊。那么你该想看卖了，这个心是伫内边啊，伫外面啊，也袂使讲伊伫外边啊，袂使讲伫内面。为什么呢？伊无处不在啊。 啊，无就位所在讲无心啦，所以你真正捌了，彻底明了啊！你讲伫内面、伫外面拢会用诶啊，因为伊无处不在嘛，骗一切处嘛啊！所以，譬如加那佛就叫做骗一切处啊，骗一切处就无处不在，无所不在啊。 到处都有啊，所以讲，你伫外面伫内面拢无毋到啦。啊。那么你若毋知影呢，啊，你伫遐猜测，安怎猜测拢错咯。所以觉悟的人，处处拢是，不觉悟的人，处处该灰啊，就产生安尼一个现象，佛甲菩萨差别。 就是，或对于这个事实真相，宁现宁变，所现所变，拢拢明了啦，清清楚楚，一点嘛都不迷惑。咱凡夫对于宁现所现，宁变所变，完全毋知影，啊，这是各别嘅差别，现象。 啊，即、这个现象顶面无差别，可比咱看荧光幕诶，影像，影像顶面无差别。咱每一个人到顶看诶时候，个人感受有差别。啊，那么，有一次中昼食饭了后啊，将无心技事。 一再要求家属健康上人，讲几句话。那么，伊都讲了几句话啊？那么，张基书听个感动流目屎啊！大家拢看到。那么，遐尼侪人拢听家属讲话，有人听着呢，无感觉。 即个人听到感动的流目屎，每一个人听到感觉不相同，即虾米原因呢？每我无共款，有人未的浅，有人我的深有人未的深，有人未的浅有人我的深，有人我的浅。所以咱六军接触画面六种境界，感受各国不相同。 从《方禅书》前面这首偈，迄是念佛、念到功夫有够啊，念到你一心不乱的境界，咱看了，唔在意咧讲啥？为什么？唔是咱的境界？如果咱念佛有相当的功夫，该接近了，啊，迄感受无同款，所以这是言入心，这是梦心。 这就是为小所变。后面讲我零地心，零地心是真心，真心零现，现出来就是一真化界，掉落世界，化成世界。所谓是本地风光，一丝毫都无扭曲。 即使好无改变，本地风光美好到极处。那也变成是化改，那也变成沙薄恶作恶事，还是沿路心变的？沿路心内头有善恶，有损益啊！如果咱的沿路心，这个妄心就先无恶，就随性随顺法性。 绝对无违背法性。现的境界是甚么境界？天人的境界啊，不是欲界天，是色界天，无色界天，速性法界，以现即的境界啊。如果善恶交杂，顺中有逆，逆中有顺，不是顺随顺，也不是完全逆。 这是凡夫境界啊！假如讲恶多生嚣，恶多生嚣啊，顺是随顺法性，随顺佛菩萨的教诲啊。你唔听随顺佛菩萨的教诲，随顺自己烦恼习气，恶多生嚣，迄现什么境界？地狱、五鬼、畜生、三毒境界。 所以你爱知样？三多六多是缘如心变现出来，但是现象，现象是灵知心现象，缘如心甲扭曲，甲变派。所以你会当无再用缘如心啊？什么人无用意呢？诸佛如来无用缘如心，法心菩萨也无用意。 发心菩萨转八识成四谛，一无用了，所以就回归到本来面目。本身就现前啊！儒家讲啊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本身就现前。本身是啥物？本身是一真法界，本身是极乐世界，本身是华藏世界。 灵地心是真心之功能，是伊个本领，伊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雄不断，非有非无，在哪里？遍法界虚空界，连虚空拢是从伊产生啊，拢是为心所现，灵地心现的。 所以一切万事万物之体，灵现灵性，灵地心与所现之物，决定不灭性灵，未失去。古早人举会，譬如，以金作器，器器盖金啊，咱用黄金啊做即个器具，现在啊你到珠宝店去参观。 啊，大公司因生产在珠宝有展览馆啊，这个展览馆啊，咱啊不参观过，规模啊，未小啊，两三万件的品种啊，每一个品种拢无共款，真正是玲珑满目，美不胜收。 啊，拢拢看完之后呢，实在讲呢，只有一项啊金啊，啊，向尔做，是珠宝，啊拢是金去做。诶啊，但是迄个万种、啊、千差万别，但是伊个本质拢赶款，拢是黄金啦、啊。 啊，黄金制品任何一件都无失黄金诶本质，只是迄个相无同啊，啊，迄、那个质无变。咱知影虚空法界出土众生是灵地心变现出来，灵地心著像黄金共款。用、欸、黄金来披露咱诶灵地心，即、這个世间万事万物著像黄金。 升聘赶快啊！伊袂丧失伊诶性灵，伊诶性灵是虾米灵地啊？这个刚本性朴素，用最吉真实验出来，水会看、会听，真奇怪。虾米奇怪？一点嘛也无奇怪。伊诶特性是灵地。 灵知就是佛在大经里面讲的见闻觉知，见闻觉知是真如本性诶性灵，即、这个性灵是本来具足，毋是为外名来的。所以伊变现的一切万事万物，拢拢有见闻觉知，即在最最根基里面实验出来了。 然后控制，搁再空地用米粉，米粉也实验出来，确实有建本价值。在台湾小学生因摕板土来实验，也实验出来咯。板土有建本价值，因用棚果啊，用香蕉、日常食诶水果啊，然后搁再用盆栽。 小植物可以迅速啊，拢拢有见闻各地啊，拢有欢迎啊，感觉即个真不可思议。其实古在经商三千年前就讲清楚了，所以咱希望即个实验会当古再控电啊，去实验矿物。 啊、本来水就是矿物啊！各在实验泥沙因为佛经上讲诶，大讲到世界，小讲到微尘啊。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尘，因心、成体，即个心就是灵地心，体既然是灵地，那些所现诶一切现象啊，就是连微尘拢。 具备了见闻觉知，真难得。被科学家用科学的仪器测验出来，精测出来。对于咱学大乘的人来讲，信心无增啊，信心嘛增加了。佛讲的话讲绝了啊！迄、那个时候无科学仪器，这是佛清净的境界。 佛用什么方法深浅禅定，七照宇宙真相？在佛经里面讲，诸法实相，佛讲得透彻。现在科学发现呢，真的叫大海之一地，但是这一地真可贵。 足以证明佛讲的话句句真实啊！值得咱去清净，毋是研究，研究不出来。清净用什么方法净？一定爱依照佛甲咱讲诶方法，戒定慧。这是清净方法内面诶总纲领。咱无认真来学，诸法心想无办法证得。 啊，迄是你家己本来面目啊，是你家己本来具有的智慧德性。小可会当建立一点啊，你对当得到一寡好处。即、这个好处是啥？物？世间人所具备，聪明、智慧、健康、长寿，要在乎。啊、世间人所具备。 拢拢会当得到，可是文章有求必应，即是最少最少一点仔好处。咱学佛连即点仔好处利益拢得袂着，迄大利益著免讲。啊。最大的利益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做福去咯。即、啊、这在利益内面无任何利益会当相比。 世间即个福报、财富、聪明、智慧、健康长寿，在中国佛法内面讲，啊是很少的。但是世间人看得真重，心中太少，咱学佛诶人未留意这，学佛诶人就是什？么断烦恼，开智慧。 求往生，生活多啊！啊，咱的眼光目标放在即顶面，即、這个真心灵现，决定是有啊。无迄个心，迄万物要为得来。大师在此地形容，令知心，是混千差理不乱，立三者依弥谦。 混是虾么意思？融合啊，交融啊！你看，甲是佛界已经庄严啊，佮一切众生，特别是六道众生、三道众生，两道的，伊不乱啊，伊一点啊也无受干扰啊，伊也是灵明各地，也是有见闻各地。 灵见、灵闻、灵觉、灵知，这些佛无受到妨碍。所以讲，境随心转，要安怎转法啊，莫去想转，只修显心，心先行先啊。咱讲思想先，行为先，所有一切境界自然的转。 啊！我逐工在想讲相貌较好一点嘛，好不了。啊，你在当梦想，啊梦想本来当甲相貌转好，相随心转，心善相就善心恶相都恶，心自悲相都自悲，心有智慧相都有聪明智慧的相。 啊，著即个道理啊，所以毋免去管相貌啊，毋免去管咱即个身体啊。最要紧诶是什么？起心动念，心爱神思想爱神行为爱神念念想着利益众生、利益社会啊。决定莫想自私自利，想自私自利就不行了、哦。 你相貌、体质、生活环境都愈变愈差，你想错咯。为什么想自私自利？迄是不行？啊，完全卖理会自己，一心一意。咱学会的人讲，咱希求的是正法救主，降我众生，离傲有情，希望一切众生拢会当回头。 拢儿当接受圣贤诶教诲，决定不念名闻利用，决定不贪图物质享受，一切随缘，随缘自在，决定不攀缘。这是讲灵地心，就是发性，万法是缘生诶。 啊！法性不一言其行也不一言其别，就是混千差理不乱，立三者一米谦，弥千都一无改变，弥千是无改变。并联独角并就是光明天主的意思。伊个灵灵地心的光明独角独立不困。 都是独立，啊！无甲缘赶快，啊！缘有生有灭，伊无生灭；缘有灭有悟，伊无灭悟。在生不惊，在还不怯，即两句为重要。性是祝福如来，祝福如来的灵地心，无比然较深一寡，无比然较大一寡。 咱在凡夫，咱凡夫诶，认知心、真心，决定无比福较少一点，也未比福较差一点，完全相同，而且是一个心，毋是两个心。佛在大圣经上常讲：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一心一智慧，力无为一念。 力是讲如来高地上的实力，四无畏，拢相同啊！咱一切众生现在是凡夫，凡夫是未来佛，十方三四佛，咱所有凡夫拢包括在其中。咱个佛是同一的心，什么心？令地心相同。 定地心在经典上，又称作真心，啊，又称作真如，又称作本性，又称为佛性，又称为法性，又称为第一名利真最真最。佛讲遮尔多名词，有用意，叫咱卖执着名利上，啊，了解即个意思，卖执着名利上。 破执着，破分别，只要攻这一战啊，按我讲拢会使。何必一定要坚持啊？一定要坚持，你就落在分别执着顶面去。所以，有种种教学方法叫显卡方便，拢是帮助咱觉悟。此生死流，劣诸毒要与虫海。 这是譬如咱现在这个灵知心随顺六道轮回，随顺六道凡夫在六道那面轮回啊，伊安怎样呢？伊是劣珠毒药，伊从海。咱在六道那面打滚，伊是将来也无离开啊，但是伊一丝毫都不念六，就劣珠。 即个呢是乌龙啊！古早人有所谓贪龙得珠，乌龙吐出来宝珠，啊，毒药与虫害，虫害是譬如毒毒苦海，换一句话讲，烟如心在毒毒里面灭息，下心受生，灵地心如如不动。 即丝毫也无干了的，这就是在还不尽；下面一句“孤蝶盘花，贵人鼓浪一重天”，这就是债性不精啊！孤蝶盘花，即像佛心菩萨啊！因所证的涅槃叫无主涅槃。 这是涅槃内头第一属性，就是不足生势，不足涅槃，叫做不足涅槃。生势涅槃两平拢不足，高明。贵轮啊，贵轮是八月中秋的贵牛，秋高气爽，月明清稀。 这个月亮特别明亮啊，加伊譬喻作灵地心，桂轮高落已中天，因为月光明亮，天青诶光显得无明亮啊，月明清晰啊，伊也无受干扰，灾兴不惊，灾还不急。 诸佛五字，假名为心，五什么？五本性，五真心，五迄个灵现办法，五即个物件啊，有一个永远不变诶，在哪里呢？不在灵岩会上甲咱讲，就在六君门头，放光动地，咱眼灵见。 二聆听，披邪心，灵感二灵知见闻觉知，就是灵知心。这个心不生不灭，咱在六道来头安怎轮回？灵知心永远不变的，只须好不受影响。受影响是啥？言怒心、啊、因为言怒心来头有是非，有善恶。 有快乐啊！你讲，仁慈心内头无是非，无善恶，无快乐。我跟人讲，就在六根门头六根门头即上讲了。古代的上讲，第一念是真心啊，咱目睭就擘开，看到外面境界，这是建设，建设。 建设性啊，这是见性啊，建设性。为什么呢？你啊，无起心动念，可是第二点著麻烦了。第二点著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是白痴，就是梦想。随着梦想都分别，都执着，都作业了。 业当然都高步，诸佛菩萨功夫在哪里？伊永远保持第一念，所以家属常常讲啊，一共呢，但是也做为到啊，以怎样啊，以尽量努力的学习，学习愿愿。 建设念门生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那就是见性见。见性文，见性觉，见性智，啊！你用的是灵地心啊！你都专引如心为灵地心，专不色成数的。梦想是第八色。 分别是第六识，执着是第七识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就是转第八识成大圆满的啊，不分别就是转第六识成妙观察的，不执着就是转第七识成平等圣的。佛菩萨甲凡夫无共款的地方，就在此地。 诸佛五字五即站代志，五就是根本觉地，六根对六尘境界，不欺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叫五。五的时候叫维心，改名维心啊，改除了这个名字啊，实际上你爱知影，明可明，非常明。 多可多非常多，真正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。不得已出一个名字啊，好讲话啦啊，咱较好方便交换意见啊，用伊来做一个方法啊，做一个手段，伊、啊、毋是目的啊，毋是真实的，伊是假设的啊，为了说话的方便。 这个加线、啊、呢无法度去想。讲众生未至，变成妄想啊！众生对这个代志一无所知，安那未？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会起心动念，会分别执着，这就没了。 六根对六尘境界，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这是讲在各的境界内面，事事无碍。我经常讲的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无障碍。未了的时候，就是你會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。 还就处处有障碍，处处成就。成成哪里来？成为未来，都、就是成起心动念、分别接触顶面来。你才有这个障碍，还叫妄想。但是你要知样？心跟想。 是一，毋是二。色都是什么？没了心就色。啊，色那是恶了，都叫做心。是一，不是二。起佛觉众生，啊，众生皆佛。且心外无佛，亦无众生。啊，这是为心所现，为心所变。 离开了心，离开了血，什么都无。啊！真诶是无佛、无众生，也无虚空，也无世界啊！啊，爱诸色啊，去想心佛众生，心公道，言如心，令地心。 这个是这个民俗啦，最重要的啊！咱来了解民俗嘅含义。宇宙万有这现象为都来，啊，虚空为都来，发界从哪里来？赤土啊，咱今日讲嘅太空当中，真侪真侪星球。 这无量无边的星球、天下，在佛经内面称为“七土”，从哪里来？众生从哪里来？有情众生、无情众生从哪里来？人生万物虚空七土，万物一切众生灵性啊，那就它叫做心。 所以這這，这个心毋是咱身体内面这个心脏啊，这个心脏啊，每当生天地万物，灵性啊，咱心脏呢，那是所生的啦，不是灵性。灵性佛经内面讲灵血啊，亦无供生供血。 讲显这个意思比生较好因为有生有灭了啊，灭为来为生来嘛，那个无都无别了啊。那么，人当误会以为是真呢？感觉了误会，当作、啊、真呢？ 贡献，这都是希望的啊！贡献呐，那么咱就较好体会的讲，哎、欸，这个是不是真实的？是现出来啊？刚才就变魔术呢，变出来啊？咱就怎样讲啊？还不是真的啊？像咱看电影啊，跟魔像连线。 啊，阮某呢？迄、那个现象，现象，去现出来，唔是叫做生啊。所以现诶意思较好啊，灵现。一家咱讲灵性啊，这个物件咱都叫称作要灵变，现象千变万化。 另一边的是什么？另一边的那个叫做色啊，林色即个色，色甲心是一站代志啊，著、就是即个心无带梦想分别执着，称之为心啊，若是带着梦想分别执着，咱著个叫做色。在佛法内面也常常讲真心、妄心啊，真心。 不带梦想分别执着，啊，色心都夹杂梦想分别执着，这叫妄想。即件代志不清楚、不明白咯，咱就知影有条诸法的实相，经常讲诶，诸法实相，有条万有诶，真相，咱都无清楚咯。所以禅师在此地甲咱做了一个总结。 是一佛即众生，众生则佛啊！迄著是讲什么？心即是色，色即,即是心。色心是一，毋是二？未了诶时候叫做色，暗了诶时候叫做心。啊，这个头只有白，暗。拄白暗之外，什么都无。所以即个头是二。 诸佛五智假名为心，众生迷智变成妄心，是以佛觉众生，众生即佛啊。即、这个众生是指有情众生啊。但是后面即、这个“请心外无佛，又无众生”啊，即、这个众生范围就大咯。即、这个众生是包括所有一切众缘符合。 而升起的现象，拢称为众生，连虚空也是众生，众缘符合而生，即、这个范围就大咯。啊！所以,以这，伊即个离啊，即、这个离内面啊，啊，即项离内面，等下知影离是相同的，名词相同。 在某一个地方，用在无共款的所在啊，一个解释都无共款，包块范围不相同，为美我之有肝啊，这个肝是差别啦，肝隔就是差别啊，实在讲别我有差别。 个凡星理经义啊，这叫公凡公姓，你就是凡，我就是姓，凡星是一，不是二啊，也是我自己的人。我现在要无我，就叫凡啊，都是讲我讲我了啊，我都叫。 性，我是即个人，美也是即个人，所以在一切经验当中，无美恶啊，美恶在人，人有美恶，外面境界无美恶，国再讲得亲切一点，迄、那个意思就更较亲啊，实在讲啊，国较无好办，美恶在自己，无在别人。 就是自己一个人啊！外面境界不但是无情的众生无别恶，有情的众生对我来讲无别恶。别恶是伊的代志，对我来讲是无别恶啊！这个汝真心即是事实真相。细心去参究啊！希望汝会当悟明即一个事实真相。即节的时间到啊，咱就讲到遮。 下面一集将继续向大家报告，多谢大家收看，阿弥陀佛。